肛门吹雪，你我无怨无仇，你翻山越岭追了我300里路，究竟是为了哪般啊？心欲狂压，你极尽诋毁之能事，如长蛇伏一般。逢人便说我苦练了18年的你发如雪，凄美了离别，我焚香感动了谁？大力金刚掌法乃是不入流的烂掌法，还敢跟我说无缘无仇？<笑>你的掌法本来就很烂，为何又不让人说呢？ 好吧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你看这个啊，房山区武林大会第9名。天哪！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比赛一直想去，我没去上。哎，你再看这个啊，通州区少儿武术家协会给的奖状，第1名。第1名！哎呀，秦兄你太厉害了，你哎呀，你是这么多荣誉啊？那个。 我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，嗯，过岁数了，也行。然后改的身份证，你看看你怎么那么有才呢你？哎，你再看这个，这可是我的巅峰之作啊！哎呀，你瞅瞅这个。哎，咱们就看这《煎饼侠》吧，感觉好像挺好看的。什么片子？男主角长得跟鬼一样。哎，你还不如直接陪我看鬼片。 我不行，我胆小，你知道我胆小，我看不了鬼片。就看一次。不，我不行。你就看一次。我害怕。哎，我有一个方法，一定不会让你害怕。那也不行，不看我走。哎呀，看，走吧。走了。走了。你别动。走了。哎，你别动。走了。哎，你别动。我不看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别动，把我给你们压压。 我有方法，可你不会让你害怕。相信我，我不去。你爸爸很好的，我不看鬼片。走了，你什么办法？我不去。很好的办法。哎呀，相信我，就看一次。无忌，你身上的寒气很快就会消失的。太师傅，我觉得我现在浑身发热。 再坚持半个时辰，效果会更好的。好的，太师傅，我一定会坚持的。记住，以后每天都要跟太师傅泡脚。好，太师傅，但是这水也太热了。哎，还要坚持一会儿，你还得坚持一会儿。 妥了，哥啊，那个什么，眯一会儿呗，休息一下啊。嗯，坐。啊，坐下，我跟你说道说道来。不是，咋的了，哥？我也算是咱家老顾客了吧？那当然了，你比我来都勤呢。哎，你别说那没用的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上别人家按摩，人都有优惠，就按几次，完了送几回啥的，怎么到你家来按这么多回？ 这一点活动都没有，这活动这么匮乏吗？这活动，不是你早说呀，我寻思你不稀的憨那个呢，咱家也有啊，咱家有赠送，你按10次脚，完后赠送一次无偿按摩，有。那你不早说，就寻思你有钱呗，你哪次都大大方方的。你知道那哥啊，你下晚来，完后你提，我就赠送你，好不好？哎，别，我占便宜等不了明天，啊，你准备准备，我现在就想按一下我。这不刚捏过呀？没事。 我可以，我的身体可以接受。行，我准备一下啊。哎，哎呀，占便宜等明年，想啥呢？哎呀，嗯，哥，无偿服务可以开始了。哪儿啊？啊，叫来了，让他去。这是黑无常，而这是白无常。黑白无常为您服务。 别敬礼，赶紧上手啊，哥！我不需要，哎，我不需要。没事，哥，你别跑。别动，别害怕，别动我，干啥？警察，哎，哎，我的妈！救命啊！